警方拦下可疑车辆，后座左边一看没人，往右边移动，右后座乘客又横移到左边，难道是在躲猫猫吗？远警机警冲回左边，乘客果然想开溜。我明明就想绕跑，男子还谎称想被抓，结果一开车门，立刻遭到远警拦下，将他压制逮捕。不过男子实在太紧张，似乎被吓哭了。来，手手看，我不会起来，我不会起来，不要用了，趴着。原来男子身份是名通缉犯，才会想试图开车门逃跑。痛很痛，你什么痛？我直接痛。新北芦洲的远警15号凌晨1点多，在三民路巷口看到这辆轿车驾驶跨越停止线，斑马线上载通缉的男子违规行为被巡逻的远警盯上，害得男子通缉身份曝光。该人为毒品诈欺、过失伤害通缉犯。同样停在斑马线上，这辆保时捷的驾驶却丝毫没动作，远警赶紧破窗。驾驶脸色发白，呼吸薄弱，但再靠近一点闻，竟然还散发浓浓酒气。好了，下车。你有喝酒？我没喝酒。你确定？30岁的林姓驾驶前一晚在北市东区的 KTV 喝酒，却坚持不肯酒测。远警依规定开罚18万元，并当场扣车。酒后身体出状况，车被扣押，还被挨罚，实在得不偿失。记者周天杰、李宗泽，新北台北报道。